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了。今天要和大家一同赏析的是唐朝李白的《春夜洛城闻笛》。诗仙李白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李白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生于唐武后大族元年，死于肃宗宝应元年，年62。李白自幼博学而才气纵横，杜甫称他是笔落金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，人们称他为诗仙，著有《李太白集》。李白从24、25岁开始，几乎就都是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一生在中华大地上不知留下了多少的足迹。而他那豪放大度的诗作和潇洒雄浑的才气，也成了中华文化宝藏中最耀眼的一部分。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李白诗作中一首意境优美、清新飘逸的《春夜洛城闻笛》。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这是唐开元23年间李白做客东都洛阳时的感怀之作。一起句谁家玉笛暗飞声，就将人带入了一个高远空灵的意境。这个暗字用得尤其妙，把那种幽微断续隐约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这与诗的情境是一致的，因为是在晚上远远地听到，所以暗飞声写出了笛音的飘渺旷远，在暗中飞扬，更衬托出夜晚的安静。也正因夜静，才断续隐约地听到了笛声。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在这万籁俱寂的春夜里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笛声，丝丝缕缕的被春风吹散，飘进了整个洛阳城里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细细地辨认了一下，原来飘荡在夜空的是那凄清婉转的伤别曲啊。折柳就是汉乐府的古曲《折杨柳》，内容是书写离别之情的。唐时风俗，送客出京必至十里亭，在路边折柳枝相送，就算是至亲之交，也只是到十里亭为止。因为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便是送得千里，也终须一别。而杨柳依依，正是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啊。在这样一个醉人的春夜里，听到了如怨如诉的离愁之声，此情此景，怎不叫人勾起思乡的情怀呢？李白自从年轻时离开四川后，就四海为家，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。思乡的心情中也掺杂着历尽沧桑后的苦涩。
但是在这首诗中，看不出一般思乡之作的愁苦，也没有黯然销魂的情感上的渲染，而让人感受到的，只有深沉而含蓄、飘逸又潇洒的气质。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意境如此，真令人悠然神往。唐朝的国力强大，声威远播。由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，使得当时的社会达到了空前的富裕，经济繁荣，中外的交流频繁，成为后世所向往的理想时代，也造就了号称长安之春的繁华景象。李白的《少年行》描写的就是当时的长安城。武陵年少今是冬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这首诗重现了京城那些风流倜傥的贵族少年们，骑着白马涌入西域女子开设的酒店中嬉闹的情景。除了经济富裕之外，唐朝在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昌盛繁荣，思想活跃，科举制度以诗取士等等，也促成了各方面的蓬勃发展。像是唐诗、音乐等等，都充满了生命力。尤其到了开元天宝年间，盛唐音乐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。唐玄宗本人就精通音律，会演奏多种乐器，善于击节鼓，对笛子也十分偏爱。据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，玄宗曾在梦中得到神仙传授紫云曲，醒来后便用玉笛练习，尽得其节奏。连早晨他去紫宸殿上朝时，也在怀中揣着玉笛，在笛孔上暗练新曲呢。后来主管乐事的太常卿便将这支仙曲收入唐乐大典中。现在当年太常府的科石上还可看到这段故事呢。而唐朝的各种器乐演奏家更是高手如云，在脍炙人口的唐诗中也有大量的作品是描写当时杰出音乐家的，如张祜的《李摩笛》便是其中之一。平时东信洛阳城，天月宫中夜彻明。无奈李摩偷曲谱，酒楼吹笛是心声。这首诗讲的是善于吹笛的李摩，少年时常在洛阳的上阳宫外游玩，有一次深夜时听到玄宗用玉笛吹奏的紫云曲飘荡在宫城之中，感到十分悦耳，如闻仙乐，于是就强记曲谱，当晚就学会了此曲。第二天玄宗微服到洛阳大街上赏灯时，忽听得酒楼上有人吹笛，悠扬悦耳，竟然是昨夜试吹的紫云曲。
玄宗忙把他招来见驾，一问之下才知此事。玄宗高兴地将李摩留在身边，成了一名宫廷乐师。后来因为他笛艺高超，还被人称为是天下第一笛手呢。笛子的音色圆润，婉转悠扬，所表达的情感含蓄细腻，优美流畅。而笛这种乐器，在中国古代是被寄予了治国安邦的神圣愿望的。古人对笛这个字的认识也是非常有见地的。有一次，李摩与友人游晋湖，正吹奏一曲终了时，只见前面荡来了一叶扁舟，站着一个老翁，面容清奇，高声说道：刚才您所吹的正是紫云曲也，这是从天上传来的呀，不是人世间的东西呀。您已经深深地理解其中的精妙处了，但是在您的乐音中却带着一些翻曲的味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李摩惊叹道：老丈真是精于音律啊，我初学笛时的老师就是西域人呐。老翁道：笛这个字啊，就是洗涤的意思，笛音可以洗涤人心，传扬正声，能把不正不洁的思想归正啊。那它怎么可以掺杂着其他的讯息呢？还是赶快去除为好啊。李摩听后赶紧就拱手答应了。是啊，只要人心归正了，又何愁家国不兴，海内不平呢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，愿很快再相见。